Hello， 大家好 ，TVBS 的观众，我是奈奈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中信棒球场帮球员加油。好，近期在中信兄弟主场的这个本垒后方呢，经常捕捉到奈奈的身影哦。那其实呢，就是因为这个转播单位拍到他加油应援的时候，身材好，吸睛，意外成为比赛的焦点哦。那同时呢，他也是一位直播主，最喜欢的运动呢，除了这个棒球之外，足垒球也都有涉略。那几年前来台中工作，喜欢上这个中信兄弟，而他最欣赏的球员呢是许基宏。然后发现这个球员就是打得很认真，然后对待家人的身边啊朋友，因为我有去看一些球员的影片，然后觉得说，我发现他小时候他爸妈就是体育系出身的，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欢走这一块，然后对待自己的家人老婆啊都很保护。好，奈奈也澄清说，他其实不是买季票，而是买这个电子票证来进场加油哦。本身呢，也很希望说，如果未来 Passion Sister 有在真人的话，他也想要应征看看，看能不能成为这个兄弟大家庭里面啦啦队的其中一员。那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资讯，时间交还给彭磊主播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